日本女神大谷彩对阵韩国女神金佳恩。这两位微型女神再次相遇了。年轻时都曾统领出属于自己的时代，可正式踏入职业赛事时却生不逢时啊。这是女单群雄并起的时代，好不容易在自己国家队杀出重围，却遭遇戴资颖、马琳、陈雨菲这样的狠角色。等到他们稍稍疲惫下去的时候，山口茜、安喜盈这些大姐大就正式成为他们头上一直无法跨越的大山。所以从某种层面上理解，这两位女神级选手聊起各自的职业生涯还是挺悲凉的。有趣的是，这两位女神相互对战历史上，从整体战绩来看，拿的冠军更少的金佳恩，反而更占优势。作为日本羽毛球颜值天花板的大谷彩，帮助国家队拿到不少成绩，可在证明自己个人硬实力的路上，似乎就是提不上那口气。作为日本羽坛中为数不多的高个妹子，她苦心造诣，走自己的攻击路线，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精锐轻骑兵型，快而不稳，失误多，开局能迅速和对方对拼火力，可最大缺点就是耐力性不够持久。
心力量差。若他下定决心练得跟山口健那样肌肉线条发达的电动小马达的话，把自个练大块，或许可能会化身装甲车。但作为国民女神，诸多粉丝心目中的老婆最佳人选的她，咋可能呢？所以看大比赛能不能赢，其实很多时候就看比赛前半部分，她能不能如轻骑兵那样迅速突破对手的防守阵型。若不能的话，被对手僵持比分拖到局部，跟大谷才会消耗，哪怕还有一点点的优势空间，往往都会躲不开悲情输球的命运。世界排名前20，比大谷才整整高了10米，而且论个子就更高了。二姐角色，特别是在优国杯作为女单二号位置上，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为他们创立实地，拿下2022优国杯冠军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赛事积分，就是要保住自己国家队选手的位置，一点点去突破自己。而这次西班牙大师赛，不管谁输谁赢，也衷心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。